是法庭的判决，我没有权利干涉，但是我可以表达我的心声，我可以把自己的心里话说出来。我们希望法庭公正，为了加拿大的法律公正做出一个公正的判决。我们今天来就是要表达这样的心声，不能向中共低头，不能让中共同时渗透加拿大。No Huawei in Canada. No Huawei in Canada. No Huawei.